群里面，他在那边化妆啊。然后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早餐，三明治早餐，鸡蛋煎一下，放点面包，来点菜，再来个番茄，那片海苔，再来片芝士，最后把这煎好的面包给它盖上去，给它包起来，给它包起来，包成这样子，对半给它切开。三明治早餐做好了，做了两份，我给他一人一份，倒杯果汁喝一下。他今天那个没化妆，就不拍他了。送他去上班了。